Hold on.
白云呐，白云发生了呢。像雪一样。
73只，75只。 Thank you.
可以拿着录像的。
地方说的内圆，内圆，它外面是方的，菱形的，对不对？上次呢还有就是四四方方的那一种。不跌的是。也就是说我们的井栏也是。我碰什么运动？对不对？然后从前要串起来的情况之下呢，对不对？先不说找他设计博物馆，先干嘛？哎，邀请他回家过生日，回家过生日，过80回家。直接忽视我的存在，可以把我摸开了，还不错。哦，来这边来啊。那我们左手右看这个西院，哦，我们这个。亲爱的游客，欢迎来到拙政园。请您文明游览，请勿在景区内抽烟，谢谢配合。
没找个这儿的故事。小孩子这边，把这边逛完呗，等下走。Thank you.
你图纸怎么造？造成什么样？现在这个图纸还能找到吗？啊，不去了，小亮。出来走一走。好啦。这又是个空的。而这样主人亦可借亭内景，在自己的花园眺望西园亭阁高耸的一番情趣。一亭一两家，天井更尊贵，一段佳话造就了一个妙这话就是楚辞了。跨过了九天，你给吃盐茶。
天在我们小区里看见一个小孩。哦，这是现在人全爬的。哦，对。小孩爬。好，请。嗯，我把你还都开摊给你。太阳天。哎，我不知道这个时光晒的辰光，一个我的谁子也拉啥的也拉晒的。不上学的啊？Thank you.
演个那个呀，下下来。当人就是苗了种花。评估当中，往这边走。
Thank you.
七十岁以上免费的。哦，七十岁以上免费。七十岁以上电工好几块钱，三块钱。这漂亮的奖就可以了。走，过来，走，过来。
七个。嗯，八块。对。啊。Let's go.